欧阳娜娜演电影被剧组人员夸奖是个零死角的美女。五段爱情故事，五对不同年龄层的男女串联起一生爱的故事，这也是13岁欧阳娜娜大荧幕的处女秀。饰演梁家辉跟刘嘉玲的女儿，也把最爱的提琴搬上大荧幕，甚至跟大陆16岁新人刘昊然有一段纯爱牵手戏。还没有恋爱经验的欧阳娜娜，为了电影献出第一次跟异性的初体验，几乎一次 OK， 自然演技让导演赞不绝口。甜美样怎么拍怎么美，被剧组夸赞根本就是零死角美女。没有练好，然后怎么感觉都就是没有拉好，然后就常常被老师骂，然后但是最后因为大家都会帮助我。13岁的欧阳娜娜目前正在美国寇蒂斯音乐学院学音乐。她说：“人生中不想只有大提琴。”趁暑假返台度假期间，片中嘎一脚，一圆自己拍电影的梦想。东森新闻林静卓金国在台北报道。